这边的锅拿呀。我吃还行吧。一点肉了没有？你要吃肉啊，十块钱一个啊，十块钱一个，你了200多个。南哥你怎么又把手机退出来了呀？哎，退了吗？退了。你那个手机嘛，你拿这个手机呀、啊、拿这个。我刚刚放的拍戏。你拿这个手机啊。哪个没拿的放到这边来拿呀、啊、没有 WiFi 呀、啊、这不有 WiFi 吗？看你连的什么网啊。连了你的，那你连我的就够了呀。要么就是连我。应该继续的吧。这个饭没得拿，到吃了再不吃。回去休息的，下午再出去啊。我们南哥校长在榜一啊！哎，大家对快钱感兴趣的，想学个技术的话啊，去撩一下我们南哥哈、啊，勾搭一下。南哥好勾搭的。嗯，一勾搭就勾搭上了。南哥是个老光棍，一勾搭就勾搭上的。是，还没有女朋友的啊。怎么那几天在热恋中，怎么又不热恋了呢？怎么热恋中？哪有空聊天啊？没有空聊天怎么搞、哦？南哥为什么是个老光棍？就是天天收学员、带学员、教学员、陪学员。那时间都全部都给学员了、啊。一天到晚，你看我都8点钟陪他们出来，没办法呀。那海绵呢？那里还有。天来了都要。这还有。那里那边有的。他们是哪个来的？你们在什么学校？哪个来嘛？这个菜你随便拿拿。没领到饭的到这边来拿。放在这边吧，先吃饭再捡嘛，等一下再捡嘛。我们下午还要在这里捡吗？上午不在这里哦。吃完饭就走啊？吃完饭就撤了，回去了。嗯。上午。吃了休息一会儿。对，休息2个钟，要那么回去休息。马上下午要去。下午就直接捞到晚上10点了。不是理发师，就是热门刷到你喜欢看你搞笑啊！我长得很搞笑吗？学要啊，学零基础的话，不限时间包学位2380；有基础的话，半个月1280啊。老帮仔你好啊，你个普该仔呀、啊！一天到晚学什么都不会，你个普该仔呀，你还说老帮菜。木木那个木木老师那个普该仔呢？他在家呀，他在睡觉。不一样，我对着晚上睡觉。最懒的就是木木老师那个普该仔，南哥一天到晚忙的要死，他那睡觉扣他工资，南哥。他要睡8个小时的，我昨晚我睡4个小时就够了，他都自然醒了。他是要睡8个小时，他要睡多一半。真的、啊？对。他怎么那么能睡呀、啊？那南哥你们吃呗，我反正也不饿。南哥，这里多了也多了耶。还有他没吃呢，他没吃呢。他不吃，他猪肉不吃。你刚刚说的呀？你刚刚说是周肉啊，你不吃呀？我不吃。那里不是有饭吗？他们多了一份了、啊。那里是不是那个美女的？那里有啊。这是你跟南哥的，吃吧，凉的不好吃。那你们正好啊，多呀、啊。他这里有啊，没看到吗？这里有。这里有份啊，这里啊，人是多了2份，怎么会多出来呢？这里不正好吗？3份吗？你算是厨师了吗？没有啊，我还在继续学习啊。他说就靠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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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看到没？应该是多了，你看还有68的呢。这个大哥昨天来的哈，大哥打个招呼，几岁了？38。38呀。38。我们这里只要你，哎对，只要你手拿推荐不抖，只要你对快钱感兴趣，用心学，哎，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，就可以学一门技术啊。第2个月就可以把学费
我都，你看，你们说我技术这不好那不好，我都是学费捞回来几倍了。几倍都不止喽。几倍都不止。肯定不止几倍了。出来做啊。搞了两个月了，你还才几倍、啊？二十几倍了。哪里有哦？哪里没有哦？我一共就搞两万多喽。啊？两万多喽。对呀、啊。我哪里有两万多哟？那你一万多哟？一万多啊？一万多的话一，也是五六倍喽，五六个学费喽。一个月一万多呢，两个月不三万多了吗？两个月加起来一万多。这是你的手机吗？嗯。还有那个是菜吗？还有一份呢。这个是菜还是饭？还有一份那个，哎，那里还有一份呢。啊，对呀、啊。那里就是那个美女的。那个美女呀、啊。那够够，你也吃，你也吃。我娘吃一份。筷子。哇，好久没吃过这种大锅饭了。来，吃。他们自己弄的。但这个米我觉得没有饭店那个米。这个是。你快点吃吧。物业这边的。我老公一副不聪明的样子，有吃还在那那这里，你吃就行了喽。我说一下嘛。你别吃肥的，你别吃肥的。我就要吃肥的。哎呀，我的个妈呀！我要吃大肥肉。这还有两块，好大、啊。你干嘛叫我不要吃肥肉啊？我喜欢吃肥肉。我看你长胖了呗，好不容易苗条了一点。老婆就要胖胖的。人家说看老公旺不旺，不他吃那么他吃，要看生活旺不旺，就得看媳妇儿胖不胖。你吃那么，你吃那么胖去炸街哦？你媳妇干巴干巴的，我怕你是。我好胖吗？这是哪里的炒菜方式啊？那个油麦菜还放豆豉，我一口下去，一口的豆豉，哇，你个乖乖！这油麦菜放什么豆豉哎？你吃你的那边话，还是我那边话？平时不能进来的吗？平时不能进来的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再说我一句胖，你信不信我弄你？嗯，好吃。相当的哇塞。嗯。晚饭呢？这里、啊。我就是赶过来吃免费的饭的。我们自己吃饭得花五六十哎，是吧？今天又省到五六十，多好。确实啊，少点了六个头是吧？多点了六个头。嗯。他那边要摆在那树底下可能就好一点，但是你那个你赶不过那些阿姨啊，我操，那些阿姨都跑了。那阿姨在那摆菜、啊。嗯。摆菜他不用你摆，那个是本地人摆，但每个市场都是有。你们吃饭了没有啊？哦、你们有没有吃饭？一点点吧。哦。是谁找谁摆，但你赶不过他。豆鼓鲤鱼那天油麦菜。今天不聊你闹得不行了，我操，都亲自带我们去，你放这边摆就行了，我不管你，就这样子。但是你赶不过那些老大老太呀，我操，他们都找了。啊，没办法。你赶不过他哦。他四点钟起来，你今天来吗？但是他摆菜的那个地方，你要隔他远一点。没事，你那个地方，哎，就这么一点点，你就是正好一个树放的地方。啊。你摆了，他自然就不摆了。不然你赶不过他呀。没到那么早。对啊。那人多不多嘛？人还可以。那中心呢，应该算人蛮多。它不是中心，正好是尾巴，要么就它有三个口子嘛，那其中一个口子嘛。我说那个地方是大朗镇中心了、啊。不要吃得太快。那我们都不跟他吵的嘛。我他开直播，他不开直播，我就直接讲，我等下讲。跟着南哥混，天天都有肉吃呀。天天都红烧肉啊。对呀、啊，大鱼大肉随便吃。吃的胖乎乎。吃的肥嘟嘟的，看到没有？来，再给你一个，来。我还要吃一碗饭。啊，那个还是。啊，这还有一碗饭，有啊。大
鱼大肉随便吃，这是我这南哥的口头禅。如果能树底下能稳定的，就应该会好一点。摆五块嘛，就不摆十块。嗯。明天再去找一找呗。南哥，明天早上跟着我们去。可以啊。用你本地的话镇住他，他一口一个说我们外地人不给我们摆。毛满台呀、啊。没问题、啊，没茅台呀、啊。毛满台。毛满台呀、啊。但是明天要好找哎。要好找。没事嘛，我晚上我早点睡嘛。先试一下那边到底能不行。没事，早点睡。你喜欢的人都跟别人睡去了，你想那么多干什么，南哥？那也。